Hello， 观众们，大家好，我是一鸣，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我爱发明系列频道。大家知道知名网红手工梗吗？就之前看过他有一个倒立洗头机，所以最近我们在家里面有捣鼓一下这个东西。这个是洗头的地方，这上面是一个倒立装置。我一个人不太好示范，所以呢，我让我的好朋友给大家过来示范一下吧。今天就让我们的这位志愿者来帮我们一起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款倒立洗头机。这部分就是洗头洗脸的装置，然后这上面呢是一个悬挂装置，也就是说我们人可以倒立在上面，然后把头放进这个框子里面。先给大家演示一下上面这一部分吧，试一下上面的装置能不能正常运行。挂好了没有？好了，它已经挂上去了。接下来我们只需要动一个小小的手指，操控一下这个按钮。好，这时候我们的好朋友就自动旋转起来了。与此同时，我们这个鱼缸里面的水也会慢慢的注入。到这里大家应该知道我们这个自动洗头机的原理了吧。为了让我们的客户有一个更好的体验，我们又给我们的这个装置添加了一个特殊服务，鱼疗。这里面有几条青青鱼。 OK， 我怎么看不到你人在哪里啊？真的？你想不想体验一下？我不想。可以，水管给我搞快！把纸箱的垫一下，把垫高一点，起来一点，再下去，对，放下去，再放下去，多就这样吧。我感觉呼吸都能喘过来了。来，把头放进去。这样。好，非常好。OK， 起动。好像在绑架人质啊。你还好吗？我不是很好。好，第一步放水。好，水来了。哇，好帅呀。怎么了？关水了。啊，你们说什么？关水了。水，你们说话我都听不清了。因为你耳朵进水了。啊，耳朵进水了。哦，要算了吗？不靠，我眼睛看不到了。那你别看。别看，闭着。我闭着了。不会到鼻子的。好，马上管着。管，你管着不要这样。这管子不行。不能用管子，用管子要软，它软下来我就没有那么多的力气把气呼出去了。来，开始做了。好，我靠！不了！慢点，好了没？掉怎么假发都掉了。